我真正无来害，我不要来，不要来，阿妈你妈，你不是来给我挑这手错，你若是害死我哥，连我妈咪变作丢家的气话以外，你给我变成永住啊，最后你害我跟湘西变得离婚啊，你给我连生路都毁掉啊！对，我是丢家，人上天生的物件，一般我身边拢不是啊，你讲啊，你敢没有家，你敢没有家？ 你真正，你真正是不假的，参照你这种啊，这出事就搞得连汤洗下大小牙，这代志搞到要怪人，你把你感到的客气，你阿三就阿邦赶快进来叫。 动作就别发脾气呀！这是怎么敢叫啊？还是你小哥哥？我才听闻听啊，你兄弟哥早跳江的前年，结果你完全没经验，讲下你的性向，放屁，那拢是应该的。讲啊！哎，我你爸。 就是因为无想过就要这样娶我啊，才跟大家关系。我就是因为你想过，人家才想要跟你离婚，啊？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的来的啊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失败 loser， 张阿东。你个狗精，你死光了！ 你有就去了，你就应该去对我。张世芳一个赵文斌啊，干嘛要欺负我这摆开？根本是臭死了，张阿斗！你个狗子摆，你记过没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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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明星，伊真正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你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，造成无法度弥补的遗憾。以前我跟郭景兴我有一段感情，后来我熟悉吴斌，我跟吴斌回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已经在我的肚子里。这件事情我不敢跟任何一个人说，所以你要顺势做不变的好事。你说杰森伊伊是我的经理啊，我得丢文斌的后生变成永珠，这把是个变成郭建英的后生，天公伯啊，你是来给我公生钱？阿公妈咪，你立马来给我公生钱！真是。妈咪对不起，你来个干嘛？我妈就没听，这事你跟我无关的。我这个就这回，我跟董总我什么拢知影，结果，其实我什么拢唔知。那你我问你。你是过来，我到底是等什么？